很多花友在家里面养石斛，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比较好，但是养着养着根系没有长出来，然后慢慢的就导致生长不良。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现在疯狂的窜根出来。那么方法呢，知识非常简单，就是给它用这种强力生根剂根瓜瓜。这种根瓜瓜它是由云朵丁酸以及赖以酸复配而成的生根颗粒，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力生根。那么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花盆的表面每两个月三个月给它撒上一勺就可以了。那么通过浇浇水它就可以溶解，然后刺激植物的根细胞生长，那么就可以达到快速生根的一个效果。当然了，这个根瓜瓜除了石斛可以用之外，家里面的所有花都可以用，比如说一些生长不良的根系不好的，那么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快速促进生根，让它快速恢复。尤其是有一些植物长得快不行了，那么用它可以让它快速恢复生长。好了，我们下期见。